的纪录片主题曲。然后呢，后来那个曲子就是因为它旋律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听，大家经常不知道，大家都听过。然后日本后来把这个曲子翻译成“西欧一口一鼻都打气”，意思是白色恋人。所以后来这个曲子就莫名其妙出现了一个浪漫的形象，然后它的旋律也很浪漫，然后要弹得这么帅，请大家好好听听。Thank you.